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。在斗罗大陆的世界里，魂师们的强大与否和武魂以及魂技的帮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在武魂非常优质的情况下，得到高年限的魂环并且附带强悍的魂技，那么这个魂师就能在同等级的魂师中鹤立鸡群。对于魂师来说，等级的分水岭是70级，因为魂师的第七魂环不管是什么魂兽什么年限，都会获得一个统一的技能，就是武魂真身。这个魂技能发挥出武魂所有的力量，兽武魂到了70级会拥有兽武真身，而气魂师到了70级就会拥有气魂真身。像唐三的昊天锤武魂就属于气武魂的一种，所以他昊天锤附加第七魂环后就能施展昊天真身，威力可以参考唐昊的昊天锤。在变身以后，看起来跟一座小房子那么大，同级魂师被锤一下，哪怕不死，估计也得吐200毫升血出来。而七怪其余人员也相差不多，在施展武魂真身以后，自己的武魂会变得非常庞大。这个时候问题来了，施莱克七怪中的奥斯卡的武魂真身会是什么呢？难不成是一根巨大无比的香肠？这当然不可能。他的第七魂技其实是金苍蝇，这个技能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武魂真身的一种，只是形状和效果有所变化。奥斯卡吃完以后，他制造香肠的速度会提升 30%， 香肠的效果也会提升 30%， 而其他人吃下，下一个技能就会全属性的增加 50%， 这可以时候带了一个强大的外挂，实力瞬间提升 150%， 而且没有副作用。但是奥斯卡这个魂技的口号还很猥琐，所以一般都会提前做好分给大家，不过这个魂技的效果也让大家忽略了这个小毛病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咱们下期再见。